郑总，我知道我的问题了，我会改进的。这得是发了多大火呀！啊，总算遇上了。胆子真小，都没有什么人。任总，不好意思，你的文件。还叫我盛总，只是假分手，有必要装得这么像吗？这可不行，中午得找个机会见他一面。这个项目策划案谁写的？是 A 组组长夏浅。把他给我叫过来，快！好好，我马上就。夏组长，盛总找你。嗯，等会儿行吗？我还没吃完饭呢。先别吃了，等会儿再吃。行行，盛总，盛总，夏组长到了。啊，冯经理，冯经理，夏浅写的酒店 APP 的项目策划书好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，盛总正在大发雷霆呢。一个项目策划书你都写不好，干什么吃的？你不要以为餐饮部办成品的项目做了一点业绩，你就在长盛站稳了脚跟，可以敷衍了事。我告诉你，我随时可以撤销你的职务，你知不知道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慢慢吃。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急什么？我是应该喊两声啊。郑总，我知道我的问题了，我会改进的。这得是发了多大火呀！我倒是看了他的这个策划书，好像没什么问题。不知道盛总为什么这么不满？我觉得呀，这就是感情破裂，盛总呢怀恨在心呗，故意刁难。有些道理。这样啊，项目策划书重新做一份，另外加一份5000字的检讨。如果还有下一回，我肯定开了你。又开我？5000字过分了吧？8000，怎么样？是吧？好的，盛总，我知道了。